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x 大于一啊，那他问说哈，这个的最小值为何？好，那这大于一的话，这个就大于零了，哦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大于零，那这个实际上可以写成这个的导数，为什么哈？这个、可以写成哈 log x， 不对 ，x 了哈。它这个是3的3次方，这可以写成3 log x 3，那这个刚好是这个的导数，所以这个可以写成3倍的 log 以3为底 x 的导数，这个就是3了 log 呢以3为底 x 的对数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就把这两个用算极不等式来求它的最小值，那这样我就晓得这是二分之log 了，以3为底 x 加上 log 以3为底 x 分之3大于等于多少的根号，那这两个相乘就 log 以3为底 x 乘以多少呢？ log 以3为底 x 3/2，这个刚好是根号3。什么时候等号成立呢？就这个等于这个的时候等号成立，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等于根号3的时候等号成立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就想着说这个嘛，这个就是这个，就 log 以3为底 x 加上 log 以 x 为底27，这个是等于 log 以3为底 x 加上 log 以3为底 x 分之3，这个是大于等于多少呢？我把2拿过来，2根号3，所以呢这个的最小值是2根号3的，所以答案是2根号3。